这这次不认识我，下次就认识你。一点点呢，嗯，爸嘛，嗯，大了肯定会好。没，我这天白天都坐在男生头来的，我就不一样，嘴巴甜，到处人家见到我就给吃的。啊。哪个叔叔好，这个阿姨好，嗯，到处都是吃的 ，OK， 这个要带你哪里去玩，姐姐。那我们眼睛闭起来，我妈没跟我讲，我好棒哦，OK，good job， 嘴巴闭起来，嘴巴闭起来， okay， 眼睛闭起来，你好棒哦，哈，嗯，这一脚就不一样，一定要闭着哦，OK， 这样头发才不掉，你搞闹了。嗯，好乖哦，再来一下哦，闭着哦，嗯，要闭着哦。我也去前贴个包包套好了。嗯。有点怪的。你要不要剪头发？可以看。你有没有很 Q 啊？好 Q 啊！再来一下，来，眼睛再闭一下下。还在闭是吗？哎，在闭。哎，你好乖，对，好棒哦，真乖呢、啊，这么乖的小孩。嗯，眼睛在闭下。不会，嗯、但他不会。真乖呀、啊，宝宝。我家那个小的，嗯，昨天早两天第一次剪头发，我上去，他也不会剪。直直，拿出头再低一下下，谢谢，好棒，真的乖。我想你我也很嗯，我应该累了。嗨。脚完全不一样了，也不显得胖了。哇、啊，好可爱呀！要不要谢谢阿姨？谢谢阿姨。不客气，你太乖了啊、嗯！阿姨拿它拿给你们吃，好吧？你要不要下来呀、啊？妈妈给你抱，头发好像真的长长了，之前没那么长。我之前来剪的时候好像没那么长。